张娘子的官子真精致。叫什么名儿？冠群芳。满头白纷纷，更是没些忌讳。张娘子有孕在身，先坐。臣妾愚蠢，以为将官家赏赐的珠子带上，让所有人都瞧见臣妾的欢喜，才是不辜负了官家的隆恩。谁知道犯了官家忌讳。臣妾错了，请官家恕罪。容臣妾告退，往偏殿更换官子。去吧，顺便把这身衣裳也换了。今日这颜色，并不衬你。谢官家。你说什么？你姐姐从前便向娘娘推荐秋荷？是啊，我和姐姐都可喜欢秋荷了。可是爹爹和娘娘却不喜欢。爹爹没有不喜欢秋荷，爹爹猜你娘娘也喜欢她。那为
何不让秋荷做思绪呢？她那么聪明。最好的人未必要留在身边，而且在宫中，最聪明的却未必就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可是娘娘便是最聪明、最好的女人啊。爹爹，你怎么了？是不是心口又痛了？扔掉。这珠子价值连城，又是官家赐给你的。他说了，这东西白茫茫一片，嫌我没有个忌讳，自是不惜。还在赌气啊？这珠子是没什么，可是是，我是故意穿的红被子，我便是想看看他对我的爱宠，除了赏赐这些最好的珍宝来的情形还有什么。平日里他若不来，我便不能去找他，我这心里越来越不踏实。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皇后贵妃还是小宫女，我不过就是想做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女人。任何时候任何事，他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不好。我的娘子，我知道你委屈，但是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位分它并不只是虚的，有时甚至比情爱来得更实在。真的吗？可是这官家的情爱它现在还在，可是你也看见了，他大不过皇家规矩，大不过位分。可是这情爱他却可以换来精神，换来位分，最终多大的位分就能顾得住多少分的情爱。朝廷严令禁止与下做任何的贸易，尤禁将米粮私卖给下人，这告示贴满了墙，挨家挨户的讲了。你们为何明知不发？请将军恕罪，小人知道错了。将军，如今咱们这儿的半袋麦子可以换对面两张上等的兽皮和两大包青盐呢。将军，小人之所以冒这两回险，是想凑足未来娶媳妇的彩礼。我早就说过，朝廷禁止贸易，违者没收所有货物杖30棍，而在军中不得让一粒粮食流入下境，这是军令。违军令者等同于里通外国一个字死。将军，小人知道错了。所有人交场集合，4个贩卖青盐兽皮的平民拉到交场高台，杖30棍。2名小校，立即杖毙。将军，尸身在城墙悬挂3天。以后还有谁敢与下人做贸易者，皆以此处置。是。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将军。
将军饶命啊！将军。自辽封禁之后，我方边境已加倍严查私相交易盐米者。自即日起，凡军中人违禁，枭首示众。夏境内民怨极大，臣所预计，入冬之后，夏境内无粒米可过冬之家超过三成。臣派入夏境若干斥候，皆言夏平民，均是父母妻儿，病饿而死者，必伺机煽动民变。师傅，你回来了。料子，哎，这么冷的天，一路从延州赶回来的。啊，说是与杨怀敏同管黄城司，人手中却晋江又苦又累，不讨好的繁杂琐事全丢给你。这黄城司何曾有讨好的差事啊？宫里怎么样？张娘子生了个女儿，那些伸着脖子等着母凭子贵的墙头草又消停了些。不过夏总几日前调回京了，一回来便让人去祥兰阁送了礼。哎，七夕之会，官家虽没让张娘子得脸，可自那之后对她倒是越发疼爱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去祥兰阁过夜。坤宁殿，七夕之后便不曾去过。不少人私下议论，若是张娘子这一胎生的是皇儿，娘娘恐怕要不先敬妃。你放心，她便是生了儿子，也做不了皇后。云浩一面从两路攻击延州固原，一面却又秘密修书求和。往延州的援兵和粮饷都筹措好了吧？是，粮草已筹措好了。陛下前日决定由曹嵩将军亲自带兵前往，臣及时发函召将军入京见驾赴任。将军驻地距京城百余里，想来今日便可到京了。嗯。元昊阴险，反复无常，言行无信，求和多半违纪，绝不可信。官家增兵增粮，严阵以待，真乃英明之举啊！所编三年，如今境内盐价已翻五倍不止，断了丝路入内的波斯香料、琉璃，广州与明州入境的玫瑰露等一炒至天价。所编于我朝而言，只不过是茶商、丝绸商减少了收入，盐价、香料的价格飙升；于敌则是缺米断粮、衣帽天价，孰重孰轻？况且我朝境内并非不产盐，只是海盐相较于山盐价高且苦，烹饪菜肴不及山盐美味而已。臣听闻有朝臣称这为影响民生，反对所编，提议早日合议，实在荒谬，简直无耻。依臣所见，此类议论实因承平日久间隙奢靡，贪图安逸享乐所致，是我朝国富粮足却屡战屡败于溪水小国之关键所在。官家，傅学士还少说了一项，税。茶税、榷场交易税乃是税收大项。陕西连年开战，军费是一回事，茶税、榷场交易税、香料市场
国朝的损失难道不都是要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吗？这面花好香啊。这香是你自制的？是。用的什么材料？是用甘松、檀香、零陵、丁香各一两，藿香叶、黄丹、白芷、香末、茴香各一钱，碾为细末，用蜜调和，再灌到牡丹花模子里，待干后脱出，再在花片上涂上一层脑舍便成了。这用料倒都是我朝自产的，没有西域进的香料。如今陕西进了贸易，陆路的香料进不来，舶来的又价格奇高，奴便换了几个全是用自产香料的方子。这面花香料我试过，不伤皮肤的。官子大气，面花样子好，香味更好。没有用高价的舶来原料，是最好的。谢娘娘。秋荷，我记得你说过，你家是开药铺，也是做香料的。是。这是家传的方子？我家灌做的复合香，大多需要几味西域用料。前几年锁了西界，这些香药香丸便做不了了。奴不甘心，一直想着怎么能替换用料。进宫之后，花儿粉儿多了，方便选取，便试了出来。那你可试过制熏香？如今波斯进的玫瑰露价格飞升，但玫瑰露却是各阁娘子熏衣香丸的备用材料。奴曾试过用蔷薇花蒸蔷薇水，可替代玫瑰露，只是香味尚略逊色些。香味差点倒也无妨，明日你就送来几丸，我拿来熏衣。是。秋荷，你究竟是为何入宫的？臣以为所编之事，下所受之重创必然远胜我朝。如今求和是否为诈先不论，竟未将去除帝号，对陛下称臣列入求和条件，还想恢复初时对太宗称臣所得的赐币、赐布、赐茶，又想重开榷场。臣赞同复辟，此种求和应严辞拒绝。执政，你先去曹府吧。若曹从到了，你同他一起准备西去的行装，他有甚需求给他置办就是了。临行之前让他进宫看看皇后。是，陛下。余相病了半个多月了，原本说是好些了，这两天大雪，天气骤寒，说是又严重了。夏总阁下，替朕去看看他。是，管家。朕所要的历朝官员对照，可做好了？国朝官员数量之冗繁，实为历朝之冠。臣据各朝史料摘录计算，东汉200余年总数为7567人，晋为6836人，隋为12576人，唐300余年为18050人。而我朝至今不到80年，已过万人。若按每10万国人拥有的官吏数量而言，东汉为13人，晋为42人，隋为27人，唐为35人，而我大宋先帝朝为45人，如今只有更增。你只身找到延州求见将军，请求替换爷爷做随军军医。是，
奴的爷爷已年过六十，又有喘疾，行军艰苦，老人家恐怕撑不下来。战场上洗疮、上药、固定断骨、止血的活，奴做的不比爷爷差的。你才是个小姑娘，杂在军中太不方便了。长官未能答应你是对的。奴知道，但是不能不为爷爷努力一次。怪不得茂泽这样看重你。茂泽这番心思，太祖朝每年国库能余下小半，而先帝朝年年入不敷出，官家主政重视商业，商税比例连年急增。以去岁为例，国朝的收入已经是太祖朝的四倍有余，却只能维持收支持平而已。朕自问不曾穷兵黩武，大兴土木，非官家奢靡，而是冗官所累。其一，许多官署职能重叠，废了俸禄，多了推诿，又互相推责；其二，官多而实职少，等候补缺之人未取得实权，则上下打点，养出了冯世元这样的大贪，因此支起了贪贿枉法之网，废我大宋银钱，乱我大宋朝纲，坏我大宋世风。说得好。所以，冗官非治不可，选官制度非改不可。改选官制度？太祖朝时为何官没有如此之多？因百废待兴，从无到有。然而三代过后，一分冗官也滚雪球般成了十分。官家一语中的，只是改选官制度是根基大事，官家要先选定主持之人。如今两府大臣。如今两府大臣缺少锐意革新、勇而无畏、意志坚定者。复辟所言中肯，张德相沉稳有余，臣职中才华有限，夏怂私事有暇。至于臣，年轻时就不算锐意进取，而今更是思前顾后，优柔寡断呢。谁说主导改革之人必须从如今两府之中选择？有恒啊，给我信上说，立春的时候进宫见娘娘，正同娘娘看立春帖子。恰好官家经过坤宁殿，得知有恒在，便笑称待到端午时节便不再是苏姊妹一枝独秀了。有恒给姊妹一说，姊妹便喜道，难道是要调欧阳永叔或是范希文回京？不久之后啊，官家果然召夫君返京，复管阁教看职。委屈你了，只是若是置归于西文兄，亦能早日回京入朝，才是幸事。先生，我已做好了调令，你一会儿自去上司那儿办妥文书，便收拾行李，调去狄青将军麾下。狄青将军天生勇武神力，聪明坚毅，又得范希文授以经书文学，成就不可限量。你跟着他好好历练，日后当能成器。我一定听招抚吩咐，跟着狄将军好好历练。招抚这就离任了，连一个卫兵也不带吗？我之前护送着刘公子一路进京，不如这次也由我。不必了，
招抚真的要一个人揽下所有罪责吗？我听前线的将士说，是仁福将军临时改变策略，未听招抚吩咐。我是主帅，选用前线将领，知人善任，本就是主帅之责，岂有战败推责之理？更何况，我自己有轻敌冒进之心，不够谨慎持重，上有所好，下更甚严。再者，仁福将军父子双双殉国，便是有错，也已以身殉职，我怎可再伤他身后之名？此事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走吧。小人受教了。这几年打仗，防西夏奸细是越查越严呐。大宋拿下碎币，让我国请，撤了辽下血场。他们发了疯，这一年在边境又打又抓又杀。范兄，嘿，范兄，任相。哎呀，功臣仆仆，别来无恙啊。一月之内啊，三封加急公文召我回京，令务必赶上元旦大朝会。一入京，燕相居然亲自来迎，某心中有些忐忑呀。放心，并非是官家派我等在门前押你上殿，故人情谊而已。确实算是故人情谊，不过并不是为你我故交。啊，入冬之后啊，吕相喘疾日重，两月前已卧床不起，这几日怕是大限到了。我去看他时，他提过你几回，说起与你相争，将半个朝廷牵扯进来，颇为感慨。我是想，人生一世能同殿称臣，哪怕针锋相对，也是缘分。我正该去探望吕公。相争亦是为国事，只是当时气盛，言辞激烈，仲淹毕竟后生晚辈，未必没有失礼之处。吕相，燕相公和范学士来看您了。哪个范学士啊？吕相，钟烟来看您了。啊，范希文呢？坐，坐下。坐，你请坐。这有几句话想。
官家可还有什么吩咐？没什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家，今日早些歇吧，明天一整日的辛苦。出去走走。是。这里的秋荷明明就是秋荷的样子，可是总感觉跟我瞧的时候有些不太一样。能看出不一样，说明慧柔的眼光已经有长进了。可是，这就是秋荷的样子呀。眼睛、鼻子、眉毛哪儿都一样。崔先生画的怎会有错？崔先生画的是没错，只是他画的是至相关秋荷，不是站在娘娘官家公主昭仪跟前的秋荷。这些画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作画最后一天，画院画师们都争相临粉本。昨儿请宗室内眷们进来喝茶，好几位夫人问起呢。可不是嘛，这四幅一套，每幅都拿图中女官们所制的香名字做画名。宫内崔先生的画刚裱好，外面已经出了照着粉本临的赝品。圆月中，宫宴与庆典一个接一个，年年也没什么新意。我看着这些画呀，突然有了个主意。何不办一次赛香会？规则呢，就是所有材料时。臣妾觉得董秋荷年龄太小，资历尚浅，仍需磨砺，故未曾着生。但这些日子却发现她做事十分可靠，胜过许多资深女官，于是已经让人手中准备文书升她的品阶了。朕似乎也有半年没有过来了，这里一切倒也如旧。官家没来过，却也未曾给臣妾降过罪，臣妾愚钝，也未反省出自己犯过什么错，所以便当是官家朝事繁忙，无暇顾及臣妾，于是便日日如常了。皇后当然没有错，皇后怎么会犯错？连张修元出行向皇后借仪仗，皇后都一口答应了，倒还要朕来教训于他，行动用物要符合制式。当时张娘子说车旧要换，或者进皇后车驾，
臣妾看了，车旧，却尚能使用，且并未比其他娘子车驾更旧。官家你又提倡省俭，臣妾不敢拨了这笔给所有娘子换车驾的款项，却又怕临产的张娘子当真因为这旧车出了闪失。思来想去，答应了暂借中宫车驾给他用一次。臣妾以为这是所有不够妥当中的最妥当，却未想到官家心中这是最大的不妥当。哦，原来皇后有过这么多的思量之后，故意的没把规矩当作最要紧的。臣妾自是想让所有人守规矩，然而从张娘子是一个舞娘开始，她不守规矩臣妾管了，官家你都再去安慰，宫规再大都大不过臣从君妻从夫。臣妾若是为了张娘子反倒忤逆了官家，气着了官家，这倒是我最大的罪过了。但是臣妾此次确实错了，臣妾怕给张娘子换车驾与她同品的娘子不服，于是没换。但是官家呢，官家给换了，后宫其他娘子未有怨声，想来后宫所有人即便以前不明白，现在也都懂了，张娘子是与其他娘子不同的。娘娘，官家最喜欢的墨药还剩下最后一坛。墨药确实好久没有饮过了。前一段前朝事烦，一直没过来，明儿便是大朝会，之后元月里节目不少，边牛赏灯，信赏清宫，都是要安排宫眷们同往的。官家放心，这些事务臣妾都安排好了，细务都有册子一一记着，官家若是想看，臣妾就让帘儿拿来，只是颇为繁琐，今年较去年也没什么大变更，臣妾就没有去福宁殿请示官家。你做的事朕从来挑不出什么疏漏，没有朕皇后依然都是后宫敬服群臣称颂的娘娘。
Thank you.